今天是八月十一号，礼拜六。现在我们要去嘉义一个最盛大的活动——水上机场看飞机，要去搭接驳车。Let's go！ 这边有免费接驳车，大家都停在这边。现在要去排队搭接驳车去机场，超级多人在排队。绕过了，又绕一圈，然后去搭前面的接驳车。要拿证件才可以上车。终于轮到我们搭，终于轮到我们了。排了大概半小时才有，还可以唱卡拉 OK 的。上面的巴士很像那种要去那种毕业旅行那种观光的巴士，然后有那种卡拉 OK。现场有非常多的摄影师在这边，然后这边的飞机时速非常的快，所以要捕捉到他们的摄影有点难。是丽荣航空 Uni Air， 哇，这边的场地非常大，然后这边放眼一看都是那种有可能那种几万人起跳的。前面这边应该是飞机的起跑，很多人在这个地方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现在飞机在跑道上起飞，大家看一下。飞机起飞的模样，那个噪音非常大声，而且速度非常快。是三架飞机在那边。很多人不懂得规矩越线，大家看一下这边，所以千万不要越线。刚看完了第一阶段的飞机表演秀，哇，有一二三四五六六台，大家看一下，这边，哇塞，后面喷的是蓝色、红色、白色的烟雾。现场非常的多人，然后摄影机大哥真是太厉害，比装备一个人比一个人镜头还要长。今天这边真的是来这个地方很酷，第一次来到这个水上机场看这种空军飞机表演秀，带大家看一下其他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东西。Let's go！ 这边有很多空军的一些设备，像是坦克车啊，一些重炮设施。最受瞩目的应该除了坦克车之外，就是直升机。这边应该是空军的，因为看这个飞机就知道直升机嘛，跟空军。所以刚刚那边坦克车应该是陆军，哇，非常非常壮观，超级大台直升机，它那个螺旋桨超级大。有人说这个是眼镜蛇最近的飞机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种有十字架的直升机？应该是救人专用的直升机。它后面这边有一个。海鸥的东西，大家有看到这边那么长的排队人潮，知道这是什么？这个不是看飞机，是排饮料的人潮，太夸张了。这边有点像小型的夜市摊贩，因为天气很热的关系，大家都蛮热的。空军的飞机，这边有两个空军，民众可以跟他们拍照。
现在是中午12点，所有飞机都休息，在那边也等到下午1点。3号舱是这边有冷气可以开放，大家进去。刚在3号仓库休息完大概1个多小时，出来看飞机表演。Let's go！ 看到哪里不一样吗？不要了。跟阿妈交换太阳眼镜。接驳车回去了，我们最后还是敌不过天气热。今天参加空军的飞机表演，觉得非常的赞，看到非常多近距离飞机从眼前这样子飞过，太帅了！下次见，下次就是6年后，拜拜。表演，我要去看，高兴，看好多人。